服务员，你好，那个有空房吗？空房有啊。哦，那个不住就要一个小时就行，用一个小时啊？你俩啊？那重点房多少钱？80块钱啊。你不看房？不需要啊。有热水吧？啊，热水有的啊。有热水就啊。还有那个押金200块钱啊。 那你证件出示一下，身份证你们。哦，好的，身份证。给。还有你。我也要。对，你也要你。带了吗？我带了。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，你身份证没有吗？这就是身份证。就是台湾人民斗争台胞证。哦，好，那台胞证也可以吧。嗯。好了，那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房间。 好啊，这两人也真是的，也不知道到了没有。 总该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什么的，你说是吧？那要不然咱们给他们打个电话吧，我这心里头啊七上八下。你那是瞎操心。行行行，我来打。 喂，啊，是何大夫是吧？啊，你等一下啊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来，你儿子朋友。喂，啊，何健，哎，你们怎么样啊？苏然呢？啊，伯母，我们到了。那个苏然的洗澡呢，现在没法接电话。洗澡？一会儿让他打电话回去给您吧。啊，你们没事儿吧？ 没有，路上下雨，那个路特别不好走，不过没事儿，您放心吧，有我在。回头我让苏然打电话给您，没事儿您先挂了。啊，哎，怎么样啊？啊，他们那个路上出了一点小麻烦，现在已经好了，已经到了，到了就好了，这下我们可以放心了。 哎呦，你看看你剥的豆，你看看我。